月，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波斯菊的勾法。大家呢，准备三种颜色的线，黄色的、白色的，还有这样的绿色的。勾法呢也非常简单，下面我们开始。我们先用黄色的线来勾里面花心的部分。用线的话没有具体的要求，这里呢我是用的这样中细的牛奶棉2.0毫米的钩针。我们先来起针，这样手指绕线环形起针，捏住这个线圈，把钩针呢穿入这个线圈里，勾出四个短针，把线先勾过来，再绕线先锁一针，继续把钩针穿到线圈里面，把线勾出来，勾一个短针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这是一个短针，然后继续再勾出三个。三个短针勾完，我们拉一下线头开始收紧。这两根线圈呢，有一根是活动的，我们继续拉活动的这一根。再拉一下线头，这样呢找到第一个短针。再看一下，这是第一个短针，在里面呢勾一个引拔针，把线勾出来，然后一次性的拖过钩针上的线圈。这是第一圈，一共是四个短针。开始勾第二圈，第二圈呢我们在每一个短针上面勾出两个短针，也就变成了八个短针。先勾一个锁针，做一个短针的起立针，我们继续穿到做引拔针的，也就是第一个短针上面，再勾出一个短针，这一针呢是一个短针，继续还是在这个地方再勾出一个短针，这样是加了一针。第二针里也是勾出两个短针，这样一共是八个短针，然后再到第一个短针上面勾一个引拔针，这样拉紧。这是第二圈的勾法，看一下第三圈。第三圈呢我们就不加不减的勾出八个短针，先做一个起立针，继续再到第一个短针里，也就是刚才引拔的地方，再勾出一个短针来。然后不加不减勾短针，大家这样把它翻过来看一下，这就是里面花心的部分。现在呢拿出白色的线来，我们开始勾这个波斯菊的花瓣的地方。我们一共要勾出八个花瓣，这样在最后一针的时候呢，引拔针的地方我们就开始换线，找到第一个短针，把白色的线勾出来，再带过线圈，这样把黄色的线拉紧，白色的线呢也给它拉紧。这时候呢我们把线剪掉就可以了，剪掉之后大家看一下，这两个线圈放在白色的线上面，这样压一下给它固定，勾一个锁针，然后我们继续勾出十个锁针，八九十，勾完十个锁针，我们这样绕线返回到倒数第五针里，一二三四五，也就是倒数第五针里勾一个长针，然后下面的针目里是依次勾出三个长长针，这样绕两圈，把线勾过来带过
两个线圈，两个线圈一退，两圈还要勾出两个，最后还剩下两针，勾一个长针，最后一个里勾出一个中长针。中长针大家看一下，绕线把线勾出来，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我们一次性的拖过三个线圈，这是一个中长针的勾法。然后这是第一针里，我们直接引拔到第二针里，勾一个引拔针，开始勾下一片，还是十个辫子。十个辫子勾完之后，往回数第五针，一二三四五，这里这样绕线，勾出一个长针，连续勾出三个长长针。三个长长针勾完，勾出一个长针，最后一针里勾出一个中长针。在下一针里勾一个引拔针，又开始勾另一片，大家就按照的勾法呢，勾出八个这样的小花瓣。八组这样的花瓣勾完之后，我们在第一个花瓣底部勾一个引拔针结束，开始勾最后一圈。最后一圈呢，我们要勾成引拔针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花瓣，底部是最后呢，我们是勾了一个中长针，我们对应的从这里勾引拔针，这是一个长针，勾引拔针，三个长长针，这样勾引拔针，勾完之后到了最后一个长针这里勾一个引拔针，勾完之后两个辫子，看一下这里面呢。其中大家看一下，这有辫子，一二三四，有四个辫子，我们空一针，在第二个辫子上勾一个引拔针，继续再勾两个辫子，再空一针，在下一个辫子上勾引拔针，勾完之后继续两个辫子，又到了长针这里，这个针目上面勾引拔针，长长针对应的勾完之后，在两个花瓣中间勾一个引拔针，结束第一片，开始勾第二片，勾法是一样的，找到中长针这一针引拔，下一个呢是长针，这里中间连续三个长长针，长针的底部到了辫子这里勾两个辫子，空一个辫子到下一个辫子里勾引拔针，两个辫子空一个辫子再到下一个里勾引拔针，再继续两个辫子再到长针上面对应的针目上勾引拔针，这样一直引拔到底部。大家按照这个勾法呢，把这八个全部勾完，勾到最后呢，大家在第一个花瓣下面这个底部勾一个引拔针结束，然后再勾一个锁针，这样锁一下，等会儿呢把这个线头都给它藏到里面，这两个呢是直接剪掉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我们拿出绿色的线来开始勾它的颈部，看一下这是波斯菊的主体部分，
然后拿出绿色的线，我们从反面找一个地方，我们随便找一针挑起来。挑的时候呢，外面尽量的不要让它露出来，这样把绿色的线勾过来，依然是这样抱着绿色的线来压一下，开始勾变的针。这个长度呢，根据大家自己喜欢的长短勾就可以了。这里呢，我勾20针，然后大家勾的时候呢，稍微松一点。勾20个辫子针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样把这个小辫反过来，它的后面呢有一个个这样的小凸起，这叫里身，我们就挑这个里身，勾引拔针。就是勾的时候呢，尽量的松一些。如果这个辫子针你勾得太紧，调理衫的时候呢，它就有点费事。大家如果想要这个花朵造型的话，可以把里面，然后勾的时候呢，用铁丝包裹在里面。包裹上铁丝呢，它的定型效果又比较好看。勾到最后，最后一针。然后我们再返回到刚才挑的这一针里，勾一个引拔针结束。再把这个藏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整个波斯菊呢就全部完成。